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old 美音儿女给，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的游戏试玩时间啦。今天来试玩这款游戏叫做《失落的世界：侏罗纪公园》啦。那这是一款街机游戏哦，就是我们以前常常去游戏厅里面啊，投币式的那一种啊，投10元可以加一次命的那种游戏街机哦。那它是光线枪的游戏，各位看到我的准星在这边晃，有没有？这就是拿来射恐龙用的，就是了。好啦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这款游戏哦。那其实老头还蛮怀念这种以前那种街机哦，只是那时候穷啊，没有什么钱啊，玩一把死掉就没了这样子啊。不过现在有用这个模拟器玩哦，应该是可以无限畅饮的啦。好啦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从第一关玩哈。啊，这个是很感人的画质啊，啊，那个可能比较年轻的人感受不到当年的那种气氛啊，啊，就是这种画质啊，这种 PS 万画质吧，这应该是 PS 万画质吧，啊，我不知道比较年轻的人他们会觉得这个画质有什么感想啊，啊，可能会觉得说，哇塞，居然可以把恐龙做得这么丑。啊，这个可能你们不懂，那个年代就真的这已经算很好了。那个年代的这个画质其实真的算不错啦，各位应该有玩过那种 VR 2吧 ，VR 战警啊，也是这个画质啊。啊，给什么？给什么？哎呦，直接跳过来，给什么卡片这样子 ？Help！ 啊 ，Sorry， 嘿嘿嘿，我把他给射死了。干什么干什么？一群冲过去，怎么回事？而且这个命真的超少，只有3条命。我被咬3下，我就要死掉了。不过好家在啦，这个可以无限补充代币啊！你看，我现在要补一个代币了。啊！我死了。你看，你知道以前玩这个啊，被咬3下就死掉了，然后就花很多钱啊。现在不用了，我有无限的命可以使用。What the？ 哎呦，被射了！哇，是双棘龙，双棘龙是你！嗨，嗨 ，Yeah， 爽！哦，开车下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帮助他！我还把恐龙射死啊！啊，过关了。我救了他，然后我还把恐龙射死，啊，误杀误杀，好不好？误杀啦，我根本不是故意的，好吗？哎呀，超级容易没子弹的，好烦哦，要一直装填。如果是用光线枪玩的话，这个手应该会超酸的吧？我炸死一只了，哎呦，好险好险！记得这边好像有一个巧克力可以吃的样子啊！啊，超难！巧克力没吃到巧克力，有还吃到我怎么吃到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他们基本上射一枪就死了，我干嘛那边发那么多枪？啊，这算可以赚分了。大丈夫 ，Are you OK？ 什么？霸王龙要出现了！啊！只说了一句 Are you OK？ 然后就领便当了。啊！感人画质霸王龙。哦，开射开射！哎呦！啊，这个是射他的那个弱点啊，让他不能追上来啊。等一下应该还会有，可是重点是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不是很好瞄啊！啊，核子光线枪啊！哇，还会撞那个树枝，然后就撞我们这样子啊！而且霸王龙最好是可以跑那么快吧，跑得比车还快。好像会哈，可是它的脚程也太快了吧！啊，差点被咬！哎呦，
哎呦，好险啊！死了！我这个车好破、哦。我五分钟一关是不是？那我应该可以今天全部通关吧？啊，我们这阶级游戏就一集到底通关好了。哇塞！不能射哦，可以射哎、欸，也可以射雷龙。啊！那什么叫声？哦！哎，连雷龙都要攻击我们了，我们到底是怎么了？啊？是怎样？尾巴也要？啊！我被碎碎配啊！不要给我！哦，你就不要一直晃嘛！哎呀，有点恶心！为什么要射他肛门？我不懂哎、欸。为什么要射肛门？一定要这样吗？啊，席内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啊，要是它可以自动装填就好了。都没有自动装填功能嘛？啊 ，sorry， 宝，我当成 VR 战警在玩啊。哦，训练反应哦。哦，这个枪战游戏就是这么刺激，你看，毫无人场啊。可是子弹一直很短缺，就有点烦。子弹就是给你射五发啦，啊，你又没有办法扩充啊，可以连射就好了。哦，是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居然射两下啦。总头龙都来了、欸，还不能杀了头哎、欸，杀了头他会挡住哎、欸，他头很硬这样子，过关了、啊，太简单了吧？怎样？到了小屋是吧？什么虎？壁虎？啊？哦。哦，哦，我记得这个好像可以根据你的一些决定，还有鳄鱼哦，我记得好像可以根据你的决定去走路线的样子吧。可是我忘记怎么触发了，应该是什么人不能杀之类的吧？啊，都被我杀死啦、啊！是第二，那、啊，哎哎哎哎。太快了啦！这么快干什么？在水中射不到了。有，这样有。就是点对点射他的点就对了。怎么会有泡泡啊？他放屁是不是？有，露出头来就可以射。啊，没子弹呢！我不知道这巧克力怎么补诶，说实在的，算了，不管它了，不补了，反正我们可以无限补命。嗯，感觉打落点它伤害比较高啊，有没有？打落点伤害超高的，虽然普通射它可以回血，也是可以回血啦。对啊，咬屁呀、啊！直接给你落三个点出来，好了，都这样没关系啊。晃什么晃？快死了，快死了！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，死呢！笨蛋鳄鱼，有个笨，哎、欸，居然没死。啊！最后一集，
好了，这是他真的归西了吧？很顺利的开走了，第三区域，等一下，我们这个是第三关还是怎样啊？This is the Site B Laboratory. 真假的、啊？这游戏这么短吗？哎，这是第二区，这怎样？这恐龙是这样被石化了、啊？女帝在此是不是？米洛米洛果实，米洛米洛米洛是米洛吗？靠腰嘞，太快死了吧！哎哎哎，这种绿色要射两发、啊。巧克力，我已经有三个巧克力了。怎么没有那个、啊？他现场补是不是？哎呦，迅猛龙不用钱啊！靠腰嘞！谁知道啊？真的哎，好难哦、喔！这一关怎么那么难啊？那时候花了我不少钱，我记得十块钱两条命还是怎样，我忘记了。哦，又被扣血了。来啦，无限命啦！嘿嘿嘿嘿。哎，所以说阻止他的话。阻止他的话，就可以避免被一群……哎，完了完了！救他救他 ！Good job！ 哎，这什么 ？Open the door！ 啊？顺序点灯，二七八六五三，啊。耶、yeah! ！有了，救了，救了！啊，是把门锁起来啊，不是救啊！我以为里面有人被困住哎、欸。好哦，第四关是怎样 ？It looks like they headed for that dome. Let's take a shortcut. 高神啊！怎么回事啊？还可以突然停住哦，好好笑啊！那、啊、如果不射会怎样？感觉不射好像会有那个分歧路线、分支路线呢、啊。这个是无齿翼龙啊！啊，到了街机依旧是无齿啊！来啊，啊，继续溜。我们到了实验室底部了。哦，真的耶，迅猛龙超多。Look, Ian and Sarah. 他还抱一只小暴龙。大暴龙来了，你干嘛抢我的小孩？啊啊！干嘛、啊？那个类似迅猛龙被射的动作，扭曲成那样，好好笑、啊。还扭曲嘞！哦，我就差点要开枪了。It's coming！ 什么？牛龙？不能乱射。他抓的是牛龙宝宝吗？不然怎么冲过来呀、啊？嗨 ，surprise！ 啊，我们慢慢来，不要看到他就狂射好了，不然没子弹真的不用玩了。这只是会隐形的霞龙是不是啊？你看有隐身呢。哎、欸，你真的会隐形呢、欸？你变色龙跟那个牛龙合体是不是？
哎呦，好神哦！这招打好久哦。啊！哦呦！哦呦！干嘛用小声的声音？啊！好，我上来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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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明明看起来不像牛龙，这明明都暴龙。哦，他们的配音好淡定哦。Look out！哎、欸、啊，没有吃到，没吃掉啊！哇、啊，这家伙根本就瞬间移动来着的吧？走到哪里瞬移到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倒杯还有被咬啊！这次学乖了，开枪了。买啦！电梯里面打这样子，反正这次打完应该就过关了。张嘴，还没啊，可能要再两轮哦。嘟噜嘟嘟噜噜嘟噜噜噜嘟噜嘟嘟噜嘟嘟噜噜嘟。干什么？不要一直晃，解决了啦，让了我的两命都没了。嗨，超级像变色龙的那个，过关了，第四关结束，第五关，哦，这个直线欸，这样子，带着这只暴龙逃走。顺便啊，不好意思 ，sorry。都来送头的，死了。First aid is now over。对啊，这就是那个《侏罗纪世界一》的那一幕吧？是不是？只是被改编了、啊。对啊，这边我还记得，等一下暴龙就来了 啊暴龙妈妈还有暴龙爸爸嘛，好像是二代啊，《侏罗纪世界二》吧，对不对？还是三？我有点忘记了。这应该是母的，把儿子还来。啊他咬到恐龙，他咬到那只，哎哎哎哎哎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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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哎，还会丢啊？你丢你要讲啊！哎呦，我以为他把他吃的，我那个车在漂浮哎、欸，母的很生气追过来了。我们在救你的宝宝啊！你为什么要生气气嘞？你都不知道你宝宝受伤了吗？被捕兽夹夹到，我们在帮他治疗、啊。好心没好报，那不然你们自己照顾啊！死了不要怪我啊，对不对？嘿嘿嘿，哎，这样怎么把他射死？蛮残忍的。对啊，他只是保护他的小孩而已，然后我们却要杀害他。哦哦哦哦，完了！哎呦哎呦，好险好险！再来啊！啊！我生气了，没子弹，我被收起啊！哦，哎呦了，华丽了，华丽霸王龙！啊！
Dear， 走了走了走了，换他换他换他老公了。He's coming close to us. 老公来了，我又晃成这样，吓死人了。啊！怎么会射不到嘞？有办法开枪啦，打酱油的吧？跟一发都没射中啊！啊！跑掉了！啊！可怜了！啊，有妖术！嘿嘿嘿嘿！不要乱晃！晃什么东西？你在晃什么东西啊？请问一下，我看这样子都一个都没射到，笑死了。你很晃哦，可否不要超自然震动啊？那四个点，五发全射完，六发、十发的一发都没中。哇塞，这是何等几率？他咬那个丢我们啊，可是我们。可以阻止啊 ！OK， 嗨，你好，好，他干嘛？哇，来不及了！哇塞，这样也行啊！死了，好假！哎，他吃了会不会补血啊？啊，一看居然补血。就跟你讲，子弹不够。Oh my god！ 哦，再来啊！好啊，都这样没有关系啊。不要再晃了，我要死了啦！一直晃，哎，不要再晃了，这个晃真的很烦哎，我跟着晃。哎呦，我这样子疯狂，这样子、这样子、这样子就可以射得到了，有吗？有吗？啊！怎么可以晃成这个样子啊，大哥啊 ！Oh my god！ 你要干嘛了？不打了 啊！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用揍了。奇怪啊，你不是已经往右边走了？为什么还会从这边出来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！他刚刚往右边走了，又瞬间移动，直接撞过来。Why？ 不明白。啊、不过我打完了。Ian and Sarah。耶。Sarah， 这里。啊，我过了吗？感觉这应该是最后一关了吧。失落的世界结束了。Oh my god！ 啊。哦哦哦。就叫 OOO 好了，啊，第一名哦，好啦，我没有感到很开心。这是每一关的排名是吧？每一关排名只有第一关第一名，二三第二名，第四关第一名，啊，第五关第一名，啊，最后一关第二名 ，Game Over， 好啦。这款游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小品游戏啊，我觉得这个两个人玩会比较顺一点哦。一个人玩的话，要一次射这么多点，实在是有够累人的。而且那个最后一关，你没知道那个霸王龙嗑药，头晃的跟什么一样，根本射不到，气死人了。好啦，先到这啦，感谢各位的收看啦。一样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啊，老头可能尽可能找一些比较怀旧古老的侏罗纪游戏来玩。
好不好？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推荐的怀旧侏罗纪啊，也可以推荐给老头，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啊。老头呢觉得有趣的话，就会拿出来拍给各位看，好不好？感谢各位收看啦、啊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游戏试玩再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